就是人心的馈赠吗？兄弟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？我在排位大厅里待着，突然有一个来自世界聊天的邀请，能再爱你一次吗？还是多人排位。然后我同意进队之后，也不说话也不开麦，直接就是一手开始匹配，而且还是瞬间秒匹的。然后打着打着我就发现了，这好像是一个人机房。人机房的意思呢，就是我这把的对面敌人都是人机，相当于这一局的排位分就是白送的。然后这一把我大概是杀了40多个，等到再出来的时候，拉我的那个人已经不见了，给我一种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的感觉。同样的情况，但是不是很相似，在上个赛季末的时候，我打的一个单子一连匹了10几把人机房，我自己都傻了。我真不开玩笑哥，全是人机房，全是。因为是单子号码，我还挺高兴的。然后好像隐藏分打的有点高了，开始匹真人之后，我成人机了。但是我感觉人机房大都是在钻石或钻石以下的段位。兄弟们有遇到过人机房这种情况吗？